的主，你是我心所依。哈利路亚，独一的主，你令我喜爱你的话语，用爱心说诚实话。哈利路亚，以神歌赞颂。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是我们独一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行了奇事，主要你带领我们行人生的路，我们多谢你，也都你给我们有你的说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路来到去指引，一路一步一步的来到带领我们，我们多谢主，赞美你，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领受你的说话，求圣灵来到敞开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八十七篇一至七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身在哪里？论到石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哪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世界上一切荣耀的事都是因你而起。天父上帝啊，你的诚意虽然在地上被败坏，但是每一个属于你的子民都是你的诚意，都是你的圣殿。主，我们赞美敬拜你，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要开口，我们都要唱新歌，讲出唱出洁净的说话和歌声来到歌颂你。你是我们生命里面唯一的主，我们爱你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你亦都同样的爱我们，爱你锡安的门胜过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天父上帝，你的根基在圣山上，你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愿意你的众民百姓子女都来到你的面前歌唱跳舞欢呼，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活泉就在你的里面，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在你的生命册上被记录的时候，天父上帝，你纪念我们每一个，我们赞美你，歌颂你，愿意你垂听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得胜复活之名而求，阿门。尼希米记五章十四节，从阿特薛西王二十年到三十二年，亦都是我奉派为犹大省长的十二年入面，我和我的弟兄都没有收过省长的俸禄。在我之前的省长使到民众负担沉重，天天索取食物、酒和500克银子，他们的仆人亦都欺压民众，但是我因为敬畏上帝而没有这样做。我全心修筑城墙，没有购买田产，我的仆人亦都参与修建城墙的工作，除了从周围的外邦来到我们这里的人之外，还有150个犹太人和官员和我们一起吃饭。我每日需要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和飞禽，每10日还要大量供应各样的酒。就算是这样，我仍然没有收省长的俸禄，因为民众已经负担沉重。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为这些民众所做的一切，施恩给我。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敌人听到我们修筑完城墙，没有留下任何的缺口。那阵时我还未为城门安上门线，参巴拉和基善就派人来告诉我这样说，来，我们在阿拿平原一个村庄见面吧。其实他们想要害我，我派人回复他们说，我正在做一件大的工程，不能下去见你们，我怎能够停止工作去见你们呢？他们四次派人来告诉我，每次我都这样拒绝了。参巴拉第五次派人送来一封未曾封口的信，上面写着，现在那个国都在这里有谣传，基善都说你和犹太人计划谋反，因而先修建城墙。据说你们要做他们的王，你们还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们的预言说，犹大有王了。如今王听见这些传闻，所以你都是来和我们一起商议呢？我就派人答复他这样说，你所说的都不是事实，是你心里捏造的。因为他们想恐吓我，以为我们会吓得手发软，无法完成工程。但是上帝啊，求你使我的手有力量。我到米希达别的孙帝莱亚的仔士玛雅的家，那时他们山门都不出来。他对我说，我们在上帝的殿里面要关上殿门，
因为他们来是要杀你，要在夜间头杀你。但是我回答这样说，好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够逃跑呢？岂能够进入殿里保命？我一定不会入去。我察觉上帝并没有派他，他是被多比亚和参巴拉所收买，才说预言攻击我的。他们收买他是为了恐吓我，使我依从他去犯罪，好毁坏我的名声，羞辱我。我的上帝啊，求你按照他们的行为报应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罗亚底和其他恐吓我的先知。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进攻前后用了五十二日，我们的敌人和周围各国听到之后都感到惧怕和气馁，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工作是上帝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在那些日子里面，多比亚和犹大贵族之间都有书信的来往。在犹大有很多人和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阿拉的儿子士加尼的女婿。他儿子约哈兰又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为妻。他们常常都告诉我有关多比亚的善行，还有将我的话告诉他，多比亚不断地写信恐吓我。城墙建完之后，门山安好，歌乐手和利美人都已经指派妥当后，我委任我的兄弟哈拿尼和城堡官员哈拿尼亚治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比众人更加忠心敬畏上帝。我吩咐他们说，要在太阳升高天气变热之后才能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守卫在值勤的时候要关上门山，要指派一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各自的岗位去看守，一些人就在自己房屋附近看守。这个城很大，但是人口稀少，房屋还未重建。我的上帝感动我召集贵族、官员和民众，按照他们的家谱进行登记。我找到第一批回归的人的家谱，上面记着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从前将犹大省的人掳到巴比伦，这些人的子孙回到去耶路撒冷和犹大之后各回本城。他们是与所罗巴伯、耶舒亚、尼希米、阿撒尼亚、拉米、拿哈马尼、末底改、必山、米斯皮列、比格雅伊利云和巴拿一同回来的。以下回来的以色列人的数目，巴录的子孙2172人，示法提亚的子孙372人，阿拉的子孙652人，巴哈摩亚的后裔即约书亚和约格的子孙2818人，以兰的子孙1254人，撒土的子孙845人，撒改的子孙760人，宾内的子孙648人，比拜的子孙628人，押甲的子孙2322人，亚多尼冈的子孙667人，比格亚伊的子孙2067人，亚丁的子孙655人，亚特的子孙即希西家的子孙98人，哈顺的子孙328人，比赛的子孙324人，哈拉的子孙112人，基片的子孙95人，百里行人和尼托法人188名，阿拿特人128名，八阿斯马弗人42名，基列耶林人、基辉拉人和比录人743名，拉马人和加巴人621名，密马人122名，巴特利人和亚人123名，另一尼波的子孙52人，另一以兰的子孙1254人，哈林的子孙320人，耶利哥人345名，罗德人、哈帝人和阿罗人721名，西拿人3930名，祭司有耶大雅加即耶舒雅的子孙973人，
音密的子孙1052人，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人，哈林的子孙1017人。利未人有何达威的后裔，即耶稣亚和格密的子孙74人。负责光乐的有阿撒的子孙148人。殿门守卫有沙龙的子孙、阿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阿谷的子孙、哈特大的子孙和索拜的子孙138人。殿役有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俄的子孙、基禄的子孙、西亚的子孙、巴顿的子孙、利巴拿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撒麦的子孙、哈兰的子孙、吉德的子孙、加哈的子孙、利亚雅的子孙、利信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加撒的子孙、乌撒的子孙、巴西亚的子孙、比赛的子孙、米乌灵的子孙、尼普森的子孙、巴卜的子孙、哈古巴的子孙、哈弗的子孙、巴洗律的子孙、米希大的子孙、哈西的子孙、巴阿的子孙、西西拉的子孙、达马的子孙、尼西亚的子孙和哈提法的子孙。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有所泰的子孙、所敏列的子孙、比路大的子孙、阿拉的子孙、达坤的子孙、吉德的子孙、士法提亚的子孙、哈提的子孙、比克列、哈斯巴音的子孙和阿门的子孙。殿役和所罗门仆人的子孙共392人。亲爱主，我们今天看见尼希米他继续专心建造城墙，他不被其他人的谋害攻击来到去有所分心。他见到的，我们见到他的就是专心一意来到跟随你。他不似得以前的散长来到去索取百姓的粮食各方面的资财，而是他为到去建城墙去立下一个美好的榜样。因为他心里面去敬畏神，他只是得一件事，就是要完成上帝你所托付给他。纵然他身边遇到很多的敌人有各种的攻击，特别当敌人听到他的城墙是没有缺口就来要完成的时候，这些敌人更加来到作出各种各样的攻击，有言语的攻击，目的就是想令到以色列人和尼希米他们都是在敌人面前是软弱，失去了信心，以致到不能够成就上帝你的国和你的城墙。但我们见到的尼希米没有被影响，他是专心忠心一心一意的来到跟随你，以致到他看到神你自己在52日里面来到去完成这个的建成的工程，这个的城墙的工程。主，我们看到的就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提醒。他也都是安排不同的人，他们都是敬畏神专心的服侍你的人，来到去在城墙建完之后去看守城墙不同的部分。主，我们今天对我们也都很多的鼓励，就是当我们面对在这个世界上，没错，我们行神的路，我们跟从主，我们也都会遇到各种的攻击，有外来的人，有不信主的，有这个世界各种的引诱试探，想来到动摇我们的信心，想令到我们分心，不能够专心的跟随你。我们也都有内部各种的攻击，神啊，但是我们看到好像尼希米去专心跟随你的时候，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去完成上帝你所托付的，去专心寻求你，跟随你，他就必定能够寻得见，看得到。因为上帝你是那位坚固相信你的人，你是那位有及时的供应的主。主啊，今天我们为到弟兄姊妹祷告，为到在不同的处境、不同考验里面的肢体，其中我们纪念到 Albert， 我们知道他
昨日因为出血的情况去到医院里面，最初他没有房间，只是被安排在走廊，但后来我们知道上帝你都为他预备一个的单人的房间，给他好好地来到接受治疗和休息。主，我们看到我们愿意去跟随你等候你的时候，上帝你必然来到去供应和有预备。主，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仍然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考验攻击，因为敌人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希望我们信心是软弱，希望我们不去跟从你。主，求你帮助，求你坚固我们，求你叫我们去时刻仰望你，等候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出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们。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关于献给偶像的祭物，我们知道大家在这一方面都是有知识，但是知识会使人自高，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如果有人自己以为知道些什么，其实他需要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人是爱上帝，这个人就是上帝所认识的。讲到那些食献过给偶像的祭物，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偶像根本算不得什么，只是有一位上帝，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神了。虽然天上地上有很多被称为神的，好像有很多神很多主，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天父上帝，祂是万物的源头，是我们的归宿。我们亦都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祂存在，我们亦都是藉着祂存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的知识，有些人因为以前拜惯了偶像，现在吃到某些食物就觉得是祭过偶像的，因而他的良心不安，觉得自己好像被玷污了这样。其实食物并不能够改变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不吃也都没有损失，吃了也都不会更加好。但是你们要小心，不要让你们的自由绊倒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如果有人看见你们这班明白以上道理的人竟然坐在偶像的庙里面吃喝，他虽然良心不安，但岂不会还是放胆去吃那些献过给偶像的祭物吗？这样你们的知识反而令到那些软弱的人，就是基督舍命救回的弟兄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伤了他脆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如果我吃一些食物会令到我的弟兄在信仰上高跌倒，我就情愿永远都不吃了，免得令他们跌倒。亲爱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谎言，有很多的偶像，满天神佛的，要到引诱人离开真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万物都本于祂，我们亦都是归于祂，只是有一位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祂而有的，我们亦都是藉着祂而有的。所以天父上帝，纵然我们面对很多的引诱，或者我们的家人仍然在拜偶像的当中，令到我们很困扰，我们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当他们仍然在执迷在不信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你爱他们比我们爱他更多。所以我们继续的耐心的等候，为他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见证，让我们对他们的鼓励，
能够成为他们每一日能够更加亲近认识主的一个的机会。天父上帝，我们今天也都认识到在拜偶像之物上面，我们要怎样的去小心，也都要怎样去平衡我们在你里面的自由的同时，也都要顾及其他弟兄姊妹软弱的信心。天父啊，其实没什么是必要，无论我们所吃的所着的一切，其实都是你的恩典。如果我们所做的所吃的所着的，如果是能够荣耀你的，我们就尽心的去做去着去吃。但如果那些的事是能够绊倒人，或者是令到人是跌倒的，我们也都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我们放弃这些的自由。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自由。多谢天父上帝，每一天都藉着保罗的教导，令我们有深的反省，愿意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里面尽心，让我们的生命不单止是认识，是知道你的道理，也都要活出神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复活之名而求，阿们。箴言二十一章八至十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怜恤邻舍。亲爱主，我们多谢你箴言的说话，你叫到我们知道，若果是负罪的，就是那些恶人、罪人，他行的路必定是弯曲，至于那些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一定是正路。所以我都为到弟兄姊妹祷告，我们愿意成为你所喜悦的清洁的人，继续行这一条属灵的正路，因为你说这一条是蒙福，是正确的道路。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我们去到生活里面每一个的关系，每一个处境里面，我们怎样靠着从你而来的清洁的良心来到去处理，包括了我们不愿意跟争吵的妇人来到去争取那些宽阔的房屋。主啊，我们也都知道怎样去怜恤身边的邻舍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们都祷告，求你带领我们，使用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门。八月十二号灵修思考问题，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至到九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保罗提醒我们，食物并不能够改变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有自由作各样生活上面的选择，但是你会怎样平衡在主里面的自由，以及为到那些软弱的人而谨慎呢？亲爱主，我们再一次为到弟兄姊妹祷告，愿你继续差遣我们去入到这个世界，正如你昔日差遣你的门徒入到这个世界，是凭着信心依靠你去行这个属灵的路。主，我们真的要靠着你而有好像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的心，也都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爱心，特别是对那些软弱的人，怎样我们有额外的爱心去建立他们、造就他们。神啊，也都我们要逃避那个恶者在我们心里面很多的试探，也都在外在有很多的攻击，愿意我们都把握机会来到去为主作见证，把握时候来到跟随你、相信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门。